不管是中国的朋友还是国外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因为非常感谢这个牛总，为我们中国武术的支持，非常感谢吴立新先生对我们中国武术所做的贡献。能够走到今天，我个人无论是得或失，我认为呢都是太渺小了，太渺小了。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平台上，虽然我们很渺小，包括我们的一起同时战斗的战友们，虽然我们个人很渺小，但是呢，我们希望在这个很大的平台上，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当下中国男人的力量。不管胜和负那是次要的，我认为呢，他就跟牛先生说的一样，永不言败，勇往直前，不屈不挠的武者精神。讲完了是吧？讲完了吗？还想讲吗？啊，这样，一龙刚才说了，胜与负不重要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想请一龙把目光投向这边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但是呢，因为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无法是挨个打，因为这个只能说等到期待你们其中的黄龙之王最烈的时候，我特别期待这场比赛10月4号。关于这笔钱的话呢，我相信啊，也是世界很多搏击祖师和个人的拳王特别期待的，因为呢，由此我可以提到一个事情。就是呢，昨天我接受直播，接受那个采访也是这么说的，说很多人说你一龙怎么不去其他国家的比赛去打去啊？我们去了很多国家了，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。我们护照都换2本了。另外就是呢，你们不像其他组织打，其他外国组织都特别期待进入中国，特别期待登陆武林风的擂台，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。那这个比赛的奖金呢，我希望哈能够。不光是牛总对我们武术支持，也希望对世界搏击的推广推波助澜，让世界的武者精神在世界各个领域绽放光彩。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？待会儿一定会有问题的，一龙先坐一下啊。一龙讲得非常好，因为在这么大的场面，我们怎么说呢，针对于这样的比赛还第一次啊，这个对我们武术还是很大的支持的，所以我多少有点激动啊！谢谢。